道呀，有什么呢？鬼儿和尚就是买烧。那我唱起《毛怪的》。拜拜。还有的聊，趁我爸回来之前，赶紧把开箱讲完。这是啥？说是一个韩国做医药品牌做出来的，类似于可复美一样的修复霜吧。然后之前在我家旁边大的广告牌上看到它，我就对它还蛮感兴趣的，所以搞了两个回来。它也是非常主打修护类的产品，买回来想试一下。干啥呀？有不行？好呀。拜拜。然后包的好严实。这个是 Rosonly 寄来的，他们首款一个玫瑰沙龙香水，很漂亮，很干净。它里面是一个磁吸盖的设计，黑色绒布也很高级，瓶身也很漂亮。这里是一些美妆产品，这个是一个遮瑕刷。你回来啦，你回来啦。你沙龙，我爱你。你把草草。哦、근데오늘나멍청한일두개나했는데왜그만하나는이치약을왜사왔어회사에치약이없어서치약을사야된다는생각을하고있다가매점가서산건데집에오면서왜치약을사는지모르겠어심지어집에치약많지않아그러니까这个是一个叫得意的遮瑕盘，然后这里是一个粉底霜，然后还有这里是一个散粉，好多东西啊，还有一个是腮红膏。你说让我研究一下，我先吃饭吧，有点饿了。又饿又热，이거뭐야？이것도어제부터내가방에들어있어아진짜이게두번째멍청한일아这个是예뜨지마아为什么어근데이상할건데왜또뜯어근데안뜯으면뜯어야접시들이랑같이가는데만약에잃어버리면어떡해뭘잃어버려야저는어떡해要用的아직일주일남았어这个盘子是沙拉盘，然后之前我买的一个是沙拉，你有看过一集？你有看过一集？香味的。这是一个很小很小的 size， 因为之前我买的 Hey 的那个大盘子啊，它很大，它是用来装一整个早餐的那种大的早餐盘，然后这个盘子就非常适合拿来吃一些简单的沙拉呀什么的。然后这个盘子，有问题。아나이거원래도착하기전에하나더시키려고하는데그러면동시에도착하면니는어괜찮아댓글고마워 不是우리이사가기전에이요리요리뭘먹으려고다시켜먹고해야되는데哦，这个盘子也很好看，这是一个这样子方的盘子。因为最近在 Instagram 上面看到很多朋友啊，他们会把早餐装在这样子的盘子里面，然后比如说这里是放一杯牛奶，然后放一个吐司，就这样子直接把它当成一个半托盘、半餐盘的方式来吃，我觉得还挺有意思的。然后那天正好在网上看这个 Hey 的泼墨盘的时候，就买了它。我这两个也是好久了，等了快有小半个月、大半个月，它才送过来，好热。我现在要赶紧跟欧巴吃个饭，然后他没说我好像下午还要出去看了。Hello， 大家，我真的是好久都没有来这个同类了，就有的时候可能会逛到宏大，但是真的很少来这边，就是因为这边太难停车了。今天的话是本周唯一一天不下雨的日子。怀着一颗感恩的心，我们今天来了望远洞这边，想要寻找一点望远洞的感觉。但是望远洞这边恰巧又是周日，很多店都不开，就是想去喝一个咖啡，然后佛系的逛逛街吧。就这边会有一些小市场啊、小咖啡厅和一些小店，还挺好玩的。比如说我现在眼前出现的这家 Roaster James， 我还以为它是一家卖 jam 的地方。好有氛围啊！哦，
我已经逐渐跟大家有一定的代沟了。现在网上很多东西我都看不懂，小时候就觉得自己爸妈老不洋气，这种都不懂，更何况我们现在还不是爸妈呢。我只是一个涉世未深的女大学生。我只是一个爱买盘子的家庭主妇。去买盘子了。去看盘子吧，不是买。那其实我在看的同时啊，我已经在问我朋友他们家的盘子哪个颜色好好看。耶，我们现在总算要去看盘子了。哎，但你知道我们家欧巴超级超级难忽悠的，就是我有的时候自己悄咪咪的买了一个盘子回去，然后我就装作屁眼的给，就是我就평소처럼그렇게썼는데，我爸他突然就会跟我说，哎，这个盘子没见过呀。哎，我真的是有的时候会跟他说，我说啊，这个早买了，但讲了一次也许会把他蒙过去，但是他记忆力实在是太好了。而且他是我的每个视频都看，我在视频里面录的时候我说我去买盘子了，然后到我爸那边说，我说哎，这个盘子之前就买了，然后他说你放屁，视频里面刚刚买的。去年搬家之前八九月份的时候，我爸姐姐他就跟我说这个最近很流行，当时我跟我爸一直还觉得这个会不会密集恐惧症看了有点难受，然后就一直没有用它。后来不断的在小红书还有 Instagram 什么刷到，就是越看越好看，然后忍不住还是买了，是蓝色的一套。这两个盘子啊，单看都没有那么好看，但是组合起来这一套啊就非常的漂亮。你可以装两种不同的食材，比如说一个装沙拉，然后一个装一些酸奶啊或者是吐司之类的东西，那这两个就格外的有一套的感觉。然后另外我还买了一个大一点的这一款盘子，其实我今天比较想去买一个红棕色或者是黑色款的这种盘子，但是没有黑色款的了。我后来发现啊，就是除了泡沫盘一个就是深蓝色的盘子组合以外啊，这样子一套也很好看，所以呢一定要选择一套的话，我就还是把蓝色的这一套买的比较合我胃口一点。我还买了一个蓝色的杯子，这样子蓝色一套就正好是一个 set。这个其实拿来当刷牙杯还挺好看的，因为我不是最近很爱用那个 Soft Rain 牙膏嘛，然后它的那个牙膏正好是蓝色的，还蛮配的。另外是我买的是一个粉红色的杯子，它的一个泼墨的纯度其实没有那么的厉害，就是当时店里面我们去的时候还剩下七八个吧，等到买单的时候架子上已经没有这款粉红色的杯子了。然后我买的一套就不是他们最经典系列的杯子，是这个样子的撞色款的杯子，一个是西瓜红，然后一个是这种牛油果绿的，我自己感觉还蛮夏天的。它有一款蓝色的杯子很好看，就我在纠结，我觉得这个杯子的量也不是很大，就刚好可能早餐一杯奶吧，也没有那么大的用处，我就很纠结要不要再买那个蓝色的，买成了一个带手柄的一个杯子，里面是牛油果绿，然后外面是蓝色加粉色这样子的拼接，我觉得早上就很适合拿来泡麦片吃，是不是很好看？哎呀，其实我今天只是想说过去看看，因为他们家真的太出名了，从去年开始红到今年，所以我今天也只是想去一探究竟。后来我跟文静两个人都没有刹住车，买了一大堆，这个也好看那个也好看，总之买的我还是挺满意的吧，因为毕竟也是一个网红餐具，作为这种家里面杯子碗盘子那么多的小人，怎么能没有一套网红的泼墨款餐具呢？这么看来杯子是买了一点多，买了四个五个杯子三个盘子这样子。
还送了一个扇子，这个紫色系列是他们后面要出的一个颜色，这个颜色也挺好看的。真呀嘛，真好看呢、啊！为什么有这么多好看的盘子碗呢？没有想到我又拆了一个快递，哦，还有两块了，我还等会儿捞个两组帕梅拉，然后去剪视频。我给大家看一下这里都有些什么东西。这个是韩寒他给我寄的他抹过具的衣服。哇，先拍张照给他发过去。他给我寄过来衣服，颜色我都好喜欢，好适合夏天哦。这条应该就是我很喜欢的那条露背的一个连衣裙。超美，有没有？这个颜色实在是太好看了吧！是一个这样子露背的设计，它是有两根这样子的系带，一根是可以绕在脖子上面的，非常好看。而且因为它是这样子，哇，它这个弹力带一点都不勒哎，它根本就不用担心会压迫到肚子。这条裙子啊，它一上架我就非常喜欢，没有想到它给我寄来了。然后接着这里是白白的这种麻的裤子，夏天就很需要这样子的裤子来搭配各种我的小吊带，有没有？这条裤子也是属于那种弹力刚刚好，现在的肚子还能穿得下去的那种。这也是麻的一个衬衫，哇，这个衬衫也好可爱啊，牛油果绿的，今年真的好流行这种颜色。这也是一件牛油果绿的吊带，我刚时还以为他们是一套的，没有想到他们俩还是不同的款式，一个是这种浅牛油果绿，然后这个就是一个非常正的一个牛油果绿的颜色，这两件都好好看哦。谢谢韩寒，还给我寄衣服过来，他们这个标也做得好漂亮，谢谢韩寒，明天要赶紧穿起来。这边是我给多尼买的一个，说是100%纯天然的一块很简单的毯子，我当时在网上看到，我觉得它的这个质感应该会很不错，还挺大的这样一条毯子，其实也不知道能不能把多尼给包起来，感觉网上看很多朋友的待产包里面都会有这种小毯子，所以有的天晚上睡不着的时候，我就在网上下单各种东西。这边也是给多尼买的一件小衣服和一条小毯子，我真的好爱买毯子，有柠檬图案的小毯子，也是那种100%纯天然的一个棉做的。然后呢，买了一条衣服，其实这条衣服我是那天网上看到，实在是觉得太可爱了，我就买了。但是后来思考了一下，多尼出生以后，在月子中心里面，他其实也穿不了这些衣服。等到回家的时候，他可能已经穿不下了，是一个0到2个月宝宝穿的一件衣服。而且多尼出生的那个时候，好像是快秋天了，他可能穿不到这样的短袖。但是因为转运过来的嘛，你过了那个时效也没有办法退。想说就先放着，看到时候他穿不穿得到，穿不到的话我再把它送给某个预产期刚刚好在夏天能穿得到的宝宝吧。太小了，我感觉我们东西生出来就穿不下了。作为一个新手完全没有经验的妈妈，就是会像这样子买很多感觉好像等孩子出来都穿不到的东西。然后这边是 Chill More 的一个香氛的身体乳啊，还有沐浴露之类的。那他们家这个牌子啊，我是感觉整个包装啊，包括是品牌的一个格调都还挺小清新的，也挺不错的。它上面也说其含义是追求更自在的生活方式。那我最近其实买东西的时候也会很关注像一些品牌的 slogan 是什么，它的一些品牌故事什么，所以我刚开始的时候是看到它的包装，然后看到它的一些成分和一些效果，但是你在深挖你就会能够感受到很多这种品牌创始人或者是说背后有怎么样的故事和一种什么样的精神，就还挺打动我的。回头我等再试了以后再跟大家来反馈吧。然后这边的话是我618的时候囤的一套YSL他们熬夜系列夜皇后的一套产品，就是有精华呀、水呀，然后乳霜这样子。因为YSL这一套夜皇后啊，我自己用下来我感觉净化你皮肤的一个效果还挺好的，然后确实对一些熬夜修复特别是急救真的是发挥的还挺不错的。然后618的时候正好是看到它有活动我就买了。最后这里是我买的两个手机壳，哎，三个呢，非常小清新的手机壳，还都挺好看的，好像还是挺有名的一家店了吧。这里是买了一个我的 AirPods 的保护套，因为我跟欧巴经常会分不清我们的 AirPods 到底是谁是谁的，所以呢还是要有一个这种保护套。还有一个吊坠呢，哎，去哪了？哦，找到了，这吊坠就是这样子装在这个口上的。
很可爱的一个保护套哈。我要包的手机壳也换一下，用啥呢？这个手机壳很适合我，是不是很可爱啊？晒了里面就需要一点这样的积雪，因为还在水逆期，所以我换手机壳其实自己心里面会有一点慌慌的，生怕它一个小时就保护不到，我也给脆了。这其实还有一个是贴的，要不要贴呢？因为贴了以后我那个车上面就没有办法把这个手机架上去了，好像贴在这个红色的上面会更好看一点，下一次再贴吧。 OK， 这边就是我刚才拆的我转运箱里面的所有的东西，现在要去给憨憨发个消息，跟他说我收到了衣服了。我刚才不小心把一个杯子打破了，然后放在碎玻璃的处理器的时候不小心把我的手也给划了。今天感觉蔬菜吃的有点少，喝一点羽衣甘蓝粉，用它来泡水喝。这里面的还能再喝两三杯。天哪，小朋友，我以前这个是我以前的早饭，因为没能到哦。Oh my god， 马里太又没了。我也快满汤了。嗯。因为我这个白个嘛，切我。一上海。我助理最近在学韩语，所以我打算给他培养一点学习环境。哎呦，우리리디보고싶네，맛있겠다。哎呦喂，就这样，是哦，여기잘했네。여기가그조명이좋았어，3000K。저때는지금보다못생겼어。真的吗？现在더잘생겼어。착하게。也不怎么看电视，也不怎么唠嗑。现在吗？真的吗？嗯。哎，有事儿干了，可以拆箱了。哎呦。OK， 现在到拆快递的时候。甜蜜嘞。就我好多快递。他的一菜好多新跑。好。拆箱，现在我就找回人。这两个月。